这一天，周家洛、阮振峰连同退役球星山度士受邀出席足球活动，宣扬看球不赌球的信息。不过，他们两人私下也很少踢球。你们平时有做踢足球的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也是完全没有的。就很难的男生是没有踢足球的经验。也不是了，我认识超多男生，我认识的男生都不踢足球的。我以前有打篮球吧，但是以前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很帅，要就那些花式的那些，然后我就把我的腰给弄伤了。从此啊，所以从此以后就没有了。家洛近期忙着拍古装剧《痞子殿下》，虽然不时要穿着戏服在室外拍摄，但家洛也说心态上其实很幸福。那就现在在拍剧的时间会很忙很辛苦吗？现在会很忙，不会很辛苦，心态上是很幸福的。会睡不着吗？或者没时间睡着？我会睡不着，我每天也在想剧本，我根本没有时间想其他东西。那要想念我在哪？有。除了你们以外，我什么都没有想。很快有明星运动会，振峰也有报名参加羽毛球比赛。不过他就表示最不愿意碰上王浩信。明星的运动会，你有参加打羽毛球？有。厉害。希望就是不要碰到这个王浩信就可以了，因为他很厉害，他真的很厉害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要相信自己可以打败他。虽然你比他矮一个头，但是他一定不敌你的。我相信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跟他一组吗？有双人羽毛球吗？是双打吗？现在说的现在有了，好不好？